好，大家好哈，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够来针对迎向后疫新时代餐饮机器人，做一个专题的来解说哈。那我本身是立德自动化有限公司的执行长，那我的经历有担任过中华两岸创业发展协进会的荣誉委员，我本身也是机械同业工会工业机器人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曾经也接受经济部工业及生产力4.0的主题馆做一个智慧自动化的新技术的发表。我们公司创立于民国77年，那已经有30几年的从事专业的经验，那多年来我们一直创新研发新的技术，帮客户做很多的客制，然后也提升总产业的升级。我们公司非常重视服务品质，在业界也建立了非常优良的口碑哈。那我们这几年来在工业4.0的应用，从机械手臂的各项产品研发，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做设计规划。我们公司有完整的机电整合的技术跟人员，那我们可以结合 AI 自动化的研发、设计、制造。我们拥有专业的水准，曾经得过经济部的创新研发奖。我们生产的设备非常的实用，那价格也非常的合理，也具备了快速优质的售后服务，是业界最佳的选择。立德公司因为专注于时代趋势的演进，掌握社会生活的演变，持续不断扩展新的研发能量，我们也创造很多产品投入产业，让很多的社会资源做最有效的整合及应用。那我们公司也有创立两个品牌的 logo， 像红色在画面上，红色标签的是我们一般产品的品牌，另外一个艺术文字的 leader 的品牌，我们主要用应用在餐饮服务型机器人的产品 logo 上面。那这个产品我们真的也已经行销到海外很多的国家，那特别是智慧机器人自动咖啡机这一块。针对餐饮机器人的种类，我们立德公司有开发三种的品项，那第一项就是智慧机器人的自动咖啡贩卖机，那第二项我们是智能的无人化的饮料店，那我们也做第三项智能物流的贩卖机哈。这三种我们基本上的产品设计都是以安全卫生为前提，那制造过程我们需要能够隔绝消费者跟产品直接接触的卫生问题。那每一个产品呢，它都具备了电子的 POS 点餐，而且列印的票据，还有完整的后台管理系统，也具备远端的运行监测的功能。那么设备可以透过 API 的界面结合物联网，可以做很多的电子支付的功能，包含销售金额它随时都可以入账到业主的银行账户。那销售信息、销售信息以及原料机台的运行现况都可以支援 LINE 的或者微信或者简讯或者 email， 可以及时或者定时来发信通知业主，让他知道目前的现况。那么我今天最主要以针对智慧机器人自动咖啡机这一块来做比较详细的介绍哈。我们的产品研发是立德结合 AI 技术的突破哈，我们也预见全世界即将改变商业的行为模式，在 AI 的自动化的庞大市场的需求，我们用30年的专业技术导入一种新的零售商业模式，来创造这种智慧机器人的自动贩卖机，来实现这种本来是要人工来现磨现煮的咖啡，但是我们应用科技的整合技术，让智能机器人的咖啡师一样可以帮消费者泡出一杯非常高品位的咖啡。本套系统可以节省 66% 的人力成本，也达到了24小时的贩售的时代服务。那我们的产品呢有6个特色，首先来介绍第一个特色，
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因为它的外观非常的实线，然后符合人体操作的姿态。那前面都是用透明的视窗，让消费者你在购买的产品的时候还可以浏览机器人它整个操作的程序，可以说是一种视觉的一个响应、哦、那我们的设备对于咖啡豆的量、水温、水量、浸泡温度、压力、牛奶量种种的数据，它也是透过真正的 AI 在随时的演算控制，它可以达到最佳化的调整，并精确、哦、来节省原物料，而且是24小时的无人化的自动换售、在后疫情的时代、哦、能够为公共场所提供安全又卫生的一种很真实的价值服务。第二个特色就是我们设备它是采用很简易图形的直接操作界面，让消费者一目了然。我们结合了六轴机械手臂，它可以仿人的咖啡拉花，能够做到真的跟人一样的效果，那可以制造各种咖啡的品项。那如果有豪华版，采购豪华版，我们可以增加创建24种以上咖啡及茶的饮品品项，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让业者能够更高的投资效益。第三个，我们第三个特色，我们的具备了影像辨识、消费行为的分析能力哈、哦。这套设备它有智能分析的系统，可以做到统计停留率、购买力啊，可以分析年龄层、性别啊、个人的喜好。然后单点热卖的品项，那时段哪些人他人比较多，各种曲线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做滚动式的修正菜单来改变你的行销模式。那么透过人脸辨识呢，还可以让设备跟消费者做语音的互动，来提高消费乐趣，增加消费者的印象，也可以听过增添购买意义，增加业主的收入。第四种，它是一个便捷而安全的支付系统。我们的产品结合了行动支付、电子票件、行动辨识，节省大量的人力。因为物联网的治安问题也会降低了。在台湾的话，我们目前像有 LINE Pay 啦、Apple Pay 啦，还有悠游卡、iCash 啦、卡通种种，在本套设备都可以来使用。那我们的设备第五个特色就是它具备完整的云端后台管理系统，包含有售价的更改啦、品项图形的更改啦、每日的消费统计啦、缺量或者异常的及时通知，可以都及时的透过订乱 LINE 的讯息发送来通知管理者。而且刚也说过，可以透过 API 的界面做所有资讯的这种了解，例如旁边这个图像。第六个特色就是它行动装置上的点餐，我们也可以有手机版的线上点餐系统，可以透过 LINE 的支付来完成付款动作，马上就可以制造咖啡，就是说你能不用马上到现场，在短距离一样也可以马上来点餐，那一样到那个机器的旁边就可以及时来享受美味的咖啡了。那我们的产品也取得了很多的专利，包括我们在台湾啊，在中国大陆啦、啊、还有我们其他国家都有在申请各型的专利啊，并且已经得到好几个专利证书。那我们也得到2019年第16届国家品牌一三奖最佳的产品类。那这个产品呢，我们本身也通过欧盟的 CE 认证，那当然我们公司自己本身也有 ISO 9001的认证。那我再来介绍我们产品研发的过程啊，因为在全球高成长咖啡市场的这种趋势啊，世界各国都在研发咖啡机器人，那以目前的技术，各国都需要用双手臂的机器才有办法来达到拉花的效果。可是我们立德开发的智慧机器人咖啡贩卖机，我们用单臂就可以完成咖啡的拉花，
而且它的效益跟稳定性非常的高，这是独创的一种特性。那从 POS 的点餐系统、机械手臂的整合、监控、感测剂量种种，很多的分析都是依照市场的需求，来完成。那我们的产品呢，它可以达到24小时的营业，因为它也具备了 AI 的智能自动销售的系统，我们对消费者来说已经提供很大的一种便利性，你可以不受到时间啊、场域的影响，随时都可以买到一杯很好的咖啡。那整个系统我们也产品也符合的环保的概念哦，从原料的到成品的产出哦，我们真的都是以讲求环保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制定了供应商跟合作伙伴的 CSR 的管理系统，全面的让供应商来签订危害物质跟环境禁用的保证书。对于产品设计这一块，我们因为立德也有30年的专业技术的导入，所以说在科技加强服务品质这一块，我们可以达到节省 66% 的人力成本，而且它是真的是一个24小时可以贩售的。那人性化的考量，我们刚刚也讲过的，它是一个透明的机制，那它摆放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商场、车站、机场、健身房、shopping mall， 很多的场所你都可以来摆放来销售，包括很多的公共场所可以提供很多增值的价值服务。那我们的产品设计它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刚也说过了，它是一个简易图形的直接操作界面，消费者非常的从操作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那它整个流程我们在画面上这里有提供。那立德公司一直以来都以追求卓越、不断创新这一句话来落实我们的企业经营的一个主旨哦。那自成的品质管控我们非常的重视哦。那我们都是以客户的中心为考量，希望每一缸设备都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能够持续不断改进品质来符合客户的需要。刚也介绍过，我们有通过 ISO 9001的认证，也取得了产品的 CE 认证，对于品质的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也希望借由行售 MIT 的机器在国际上来促销所谓的安全值得信赖的一个产品形象。对品质概念我们刚也讲过了，我们在业界也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的系统，那超越业界，我们很早就建立远端的伺服服务系统，当客户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工程师就可以透过账户的登录直接从远端我们就可以连线机台来协助客户来很快的解决问题，不会让客户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有比较多的时间的等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产品的综合的行路。那接下来我来播放一下影片来大家让参考一下。我们机器人本身也接受国家很多单位的邀约，参加很多的展览。好，接下来我帮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里有国内的实体店及国外代理商的会议的照片资料哈。这你刚看到你那个照片都是国内的实体店，还有国外来帮我们签订代理商的相关的照片。那么在2019年工研院在5+2的产业博览会也邀请我们去做所谓的智能的展示哈。那也承蒙我们蔡英文总统亲临到我们摊位来实际的体验。这些都是2019年5+2博览会的参展照片。那我们也参加了很多国外的展览，这是2018年广东国际机器人智能装备展览。
这是我们在台湾的2018年的机器人智慧自动化展。那我们在2019年也参加29届的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博览会的展览。2018年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新世代制造梦想号前程跑透透，当时就是用我们的智能咖啡机器人的贩卖机装在货运货柜车上面，前程跑了半个月，前程到处展览。那2018年我们刚开始新的机台产生的时候，也参加了国际的咖啡展。这些都是在不同展艺的参考照片啊。那2019年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我们也有参展。以上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